星星，好像许多小眼睛。啊，这里有。来，菜菜。呀，菜菜就开嘴啦，啊？谁说这样子的？哦，给一张叶子呢，给一张叶子，有叶子哦，有叶子哦。好棒棒啊，金爸爸，大拇指送给你了。自己拿个大袋过去搞卫生，上半场打扫干净了，下半场又搞了一片狼藉。上半场的垃圾我已经收到这里，开始搞下半场。我的天哪，应该是被狗爬了吧，这个
就这里。这里的好多工作了，这里。阿珍珍，文也来的，武也来的。你压玉米了，我要告诉肥妈。本来就是拿来喂鸡的，压一下有什么事？肥妈，他压你的玉米。哎呀，今天不喊我杀鱼，我不生气了。跟你老板说，二舅娘那里有鱼，你去杀，我当没听到。哎呦，这个好嫩啊，感觉鱼鳞的可以。哇，那个是荷花鱼哎，那种感觉。就先普通的鲤鱼，我不想当，我想放了。放了养着行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一个太少了，不够吃。我有爱心。哟，那刚才杀这个的时候怎么不手软一点啊？像死死的要啊。哎呀，那你吃之前你要不要祷告一下啊？哎呀，你快点。这个一条不够吃，多钓两条先。你不杀人家就放水里面，等一下都断气。韩航，你这是又菜又爱玩。过来啊，过来啊，你捞啊，韩航过来捞啊。我这条我杀去狗，放点酸笋，好吃的狗。一条不怎么够吃，再去钓一条先。这里两条够了吧？是啊，放着先。而且这条的煮法跟这两条不一样的。是啊，嗯，要分开的。上厕所去了。那里有鱼池啊。这手，快点去了，韩航。有，我进家去热热的。鱼秒了。鱼秒了，是什么口音呢？妈，你进来，是湿的那里。你没裤子鞋子换啊？鱼秒了，是什么口音哈？魏轩。来，你在这里呀、啊？在这里，不是这里。开车回去了。你自己在这里玩。你回呀，拜拜，跟妈妈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走。妈还是要跟的。走，进去，涵涵。走，去拿本本。拿本本，走。我要。要。吃狗狗呢。装逼吗？吃狗狗呢。